们这一次住的温泉旅馆。这是我们住的房间，一整间都是我们的。这一间叫做山。玄关，有一个走廊。哎、欸，小弟不要你这样甩会甩到自己。起居室，你敲到头会很痛，我跟你说。四人但椅的起居室，咖啡厅。我们看一下赖一桥在干什么呢？他正在玩日本传统玩具。毽球啊。毽球。不会玩，不会玩。饭店还要准备小朋友的玩具。我真的不会玩，热死了。回来走到浴室，先看房间，两大床，附浴衣。浴室